这是我可爱的表妹金小薇，她的确很可爱，除了爱用她那不及格的魔法把一切变成粉色，变得巨大，或是变得一片混乱。混乱不是我的特长吗？这下可全被金小薇抢走了风头，还留下一堆烂摊子。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？超级飞侠15，快帮我管管可爱的表妹金小薇吧。